英超最新积分榜，利物浦第一，阿森纳反超曼城，切尔西第15。英超进行到第二轮，只有曼联和狼队的比赛还没有开始，其他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争夺。这其中的利物浦和阿森纳是目前英超仅有的两支拿到新赛季连胜的队伍，像维拉、纽卡斯尔、南安普顿和沃特福德则是遭遇了两连胜，积分榜的形势也是风起云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英超最新积分榜。不同于首战的轻松获胜，利物浦在南安普顿的客场遇到了极大的考验，不过好在马内的传射还是帮助他们取得了两连胜，一直反超了曼城，登上积分榜榜首的位置。枪手的球迷记忆中，球队已经多年没有在英超中连胜开局了。在夏季大刀阔斧的引援之后，阿森纳有理由冲击前四和冠军，